这是禁摩吗？禁摩本身就禁摩。这禁摩标志在哪儿？禁摩标志。不要标志，晓得不？公告。我一直在录。你录你的那个，你把你的工作证拿出来。我不得工作证，我是这儿当地的，我们村上的，要不？走。我们在非禁摩区域被拦，被告知因为我们是赛摩，不准通过这座山脊赛摩。啥叫赛摩？啊？为啥子要封路呢？你们看了抖音上龙卷发生那个事情，你们看了吗？哪个事情？哪个事情？啊？哪个事情？同学，那个赛摩不是遭撞了吗？你没看到吗？没看到。哎呦，你看了新闻，应该看。看新闻，但是这儿没得规定，就说不准上山啊。不，你要上山可以，你们把驾驶证全部扣在这儿。好，等会儿我们交警在处理你们，要不？为啥子扣到这儿呢？因为这个是政府的命令，我也没有办法。那有没得文件给我确认？这个没得文件。好。我，那你这个有点烫了，没得文件。我们现在不是去。我们政府就是要求你们赛摩不准上去，晓不？我们现在是去。家那边还喊我走这边过，好不好？你走另外一条路。导航喊我走这边，我找不到路啊。你走下一个，你先数个玉佛寺，走，晓得不？你这个讲不通的，你这个是根据哪条条例说的？是不是我们当地政府说的？如果你们要真的要上山，你们这儿等一下哈，你等一下，我喊我们领导给你做个解释，要不得，要得不？为啥子？不为啥子？我们地方政府就不要你们上去，就不为啥子，晓得不？因为龙泉山那个，你看到出了那么大个车祸，所以我们这边山上就不允许我们这儿赛摩的山上，晓得不嘛？哪个在这儿赛摩？我是回家，兄弟。你看他是咋个走的？你说的，你输个小洋村，走小洋村上去。那我要绕好远哦。我绕不到你嘛。我只按我们地方政府通报的就是。你不要说地方政府，地方政府这种东西，你说出来就是不合规矩的，晓得不？不合规矩。你要给我一个证，就是如果你是不让我们那儿走，就比如说发生啥子。你根据道路安全交通法考了好多条，不准我这个地方走，临时限行，你要给我个理由。我说我们地方政府就不要你们摩托车上山，就这么我给你做了个解释，你们要走，你们走那边，我给你指了条路。我还这儿禁摩吗？禁摩本身就禁摩。这儿禁摩标志在哪儿？禁摩标志。不要标志，晓得不？公告。我一直在录。你录你的。你的那个，你把你的工作证拿出来。我不得工作证，我是这儿当地的，我们村上的，要得不？走。我都给你指了，你这儿我把这儿我把你放上去了。好，等会儿他们上不是啊，师傅。他们那儿上的马上又可以转了。不是，我们都是讲道理的人，懂噻？就是你给我说这儿不准上，是因为这儿地方有规定不准我们上。哦，不要。那你把条例拿出来，为啥子？这儿又没得一个禁摩的标志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让我上，是吧？这个地方又没有说是不准上，又没啥子，我们车子合法合规，对吧？我们是正常的骑车，又没有啥子，又没飙车，又没啥子，你非不让我们上，这个是啥子理由嘛？我这都不上山了，二三你把你挡下来，我跟你说要不清楚。你上去这儿还是把你们挡到，晓得不？那挡到我们再说，就这个样子。你这个地方有禁止了，可以不？他始终是一个我们往左走，你是来的右边。不往右边走，懂不？我们从右边才回来的。你看嘛，他们都该上就上，我们还在这讲道理的嘛，对吧？对吧？你也尽你的责了，对吧？你已经尽你责任了，我晓得了，你告知我。我们上去看一下，可以不？可以。好，谢谢师傅。对对对，我晓得你告知我们的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你尽你责了，我们晓得。